Hello，三文鱼要我切成了面条。我看人家吃三文鱼都吐了面条呢，能不能吃出面条的感觉？辣的有点少，哎呀妈，这酱油太他妈咸了，这酱油不适合吃这玩意儿。就是，哎呀妈，哎呀我这个酱油太咸了。够了，酱油倒多了，沾不着辣根儿。不忍了。唯独有点缺点，就是酱油太咸了。